好，大家好，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今天下午来参加我们中国考古艺术研究计划的系列讲座啊。我们那个讲座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下午啊，开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能够邀请到唐继根教授。那么唐继根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呢，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曾经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现在呢是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讲席教授。唐教授是中组部百千万人才的国家级人选，并承担了国际古迹理事会世界文化遗产评估工作，促成了安阳殷墟、伊朗苏萨、印度纳兰达等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呢是中国青铜时代，他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并发表了论文130余篇，出版考古论著10余部，获得过夏乃考古学奖的一等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的一等奖，以及中国考古学会优秀科研成果金鼎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杰出科研成就奖。我觉得谁要是得到过其中的一个奖，就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唐教授您看就得到了那么多的奖项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也非常的真的是觉得膜拜。那么我们唐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讲座呢是寻商。那么其实那个有关商代的遗址或者是商时期的遗址的发掘呢，就是我们已经走过断断续续的走过了100多年，而且呢现在我们已经确认安阳的殷墟呢曾经是商王朝第20位国王盘庚迁居的一个都邑。但是呢在早于这个盘庚迁都之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殷墟之前，那么商人的都城是在他那个王朝的那个遗迹现在是在哪里呢？那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二里岗，那么这个二里岗的遗址是不是商王朝的第一都城的所在？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发掘面积现在考古面积达到4.7万平方千米的环北商城，那又是什么样，怎么去解释呢？唐教授曾经呢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他入职南方科技大学之前呢长期是在安阳殷墟做考古的研究工作，而且是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站的站长。那么今天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唐教授，让唐教授领着我们去参加一个寻商之旅。好，谢谢唐教授。好，谢谢唐教授，谢谢各位听众。那我这样，我这回呢我切换到我的屏幕好吧？谢谢。来，给我一点时间哈。好。好。刚才许教授呢讲了介绍了一下这个我的在我来兰科大之前的一个科研工作。我呢关于商王朝做了一些田野的发掘，以及这个室内整理，还有这个室内研究。从我这个角度来谈商王朝呢，其实可能大家在网络上或者其他视频上听过也比较多。但是今天呢我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好，我跟那个小叶沟通啊，我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头，我只能给一个相当于快餐式的这么一个介绍吧。所以
所以我这个教授会比较的跳跃，比较的这个跳跃。但是呢，既然我把这个名字叫了寻商，那么我就会比较的重视方法，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个事的哈。那么这个题目是从《史记·殷本纪》到考古版的商王朝，这个一解题就明白。我先要讲司马迁的《殷本纪》到底给我们勾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商王朝。然后考古怎么从地下把商王朝给找出来，然后解读给大家，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商王朝，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按照这个题目讲的话，应该是讲个10次20次才能讲得了，所以我今天只能是非常轮廓性的来讲哈。但是呢，我仍然要把一些主要内容给念一下，因为我们有1个小时嘛。我大概前面用个10分钟讲一下，何以是商朝，就是为什么叫商朝？因为司马迁写的是《殷本纪》，明明写的是殷，可是我们后来就我们现在就称为商。我自己的论文里头基本上没有把它写成殷的，虽然我在殷墟工作，但是我一直称之为商王朝。那么，第二个小部分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司马迁到底给我们记录了商王朝的什么情况。然后第三个部分呢，说一下商王朝的这个考古实证的一个结果。那么里头呢，有些朋友听我演讲的人，可能也都听过我讲这部分内容。我稍微重复一部分。第四个部分是全新的，就是我们就是讲我们考古界怎么寻找商王族的起源，所以内容确实信息量会比较大，又会比较跳跃。所以我只能说是这个商王朝历史轮廓的1小时吧。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何以是商朝？有的在我群里，在这个文化遗产群里读过我那篇文章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这个研究是刚刚完成，就是关于为什么是商王朝这个事儿。你看这张幻灯片，左边是《史记》啊，当然我只是这《史记》应该是《史记》是《项羽本纪》，但是呢，《项羽本纪》就提到了殷墟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殷墟。那么，《史记》里头最重要的关于商王朝最重要的一篇是《史记·殷本纪》，司马迁用的是殷，可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商，那殷跟商到底什么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叫商王朝不叫殷王朝，对吧？当然也有人叫殷王朝，哎，我自己不主张叫殷王朝，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最早是这个，我的一位刚刚故去不久的老师叫刘旭，他病重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他那个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迁把殷墟称为殷？为什么商朝又会叫商？这刘旭先生这个就是病重的时候给我专门打了个电话，这是2020年，2020年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我当时心情很沉重，因为老师的身体已经他是那个肝癌晚期了。我心情很沉重，而且当时最难过的是我回答不了刘老师的提问。我说刘老师，我说我考虑过，但我不知道。那么刘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必须解答。他把我这个你说的声音拉得比较长啊，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问这拉这么长，是因为我是做商王朝研究的。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我们结束这个电话以后呢，我就在2021年，基本上花了1年来琢磨这个事。后来我算把这个事按照我自己的逻辑给弄清楚了吧，算是。那么刘旭老师这个电话完事以后呢，我就先梳理了一下这个历史上关于商的一些解读。比方说是这个许慎哈，在《说文解字》里说商王朝的商，他是你看从九章生也，他其实他没有讲出什么具体内容来，他并没有解读那个商字的本意。那么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前，研究商本意的主要是史学界，
那么经典的史学家，比方说司马迁，他在《饮美记》里说了一个，说了个谢封于商，在这个地方，于商显然他认为商是个地名，他没有讲这个商的本意，他只是商，只是说商是地名。可是《左传》里头呢，《左传》啊，《左传》有好几篇，其中呢，他就商人是因故成为商星，这个地方就把商解释成了星星，就星宿。那么后来的这个，你看《左传》襄公九年也提到是星宿。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早年的经典文献里头，关于商的含义主要是两个，一个说它是地名，一个说它是星宿。但注意哈，这有个大火，你看故商主大火，这个大火不是烧火的火啊，这个大火指的是火星，它是指这个指的是这个东方青龙，就是这个二十八宿嘛，东方青龙里头的一个星宿。所以说古经典文献说的商呢，就是说要么就是地名，要么就是星宿。但是呢，这是主流意见啊。但是在历史上呢，《礼记·乐记》里边有一个记载很奇怪，他说商者，五帝之遗婴也，商人食之，故谓之商。这句话太奇怪了。他说商是一种声音，一种声音啊。后来商朝的人听懂了这个声音，所以去把，所以他们叫这个国家叫商。这是《礼记》里头的一句话。那么后来有一些甲骨学家，比方说这个姚孝随先生、宋正豪先生，他们研究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发现商字的本意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乐器，也是指声音。所以这样的看起来，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在考古学出现之前，史学界的人，不管是过去经典的史学界，还是我们的甲骨学家、现代的历史学家，那么他们主要认为商要么表地名，要么表星宿，要么表声音。当然也有个别的认为商是指的是三点水的商，指的是三点水的商，指的是一条河。这是关于商字本意的一个经典看法。那么这个里头呢，我比较个人比较重视的是《礼记》的这句话，以及甲骨文里头得出来商是一种声音的这个结论。这个甲骨文里头有点卜辞啊，有这个他，你看甲骨文里好多条卜辞，其中有一条卜辞出明显提到了奏商，奏商，商是要奏的，那就是奏乐嘛。那么舞商也是跳，随着音乐跳舞哈。学商是不是学音乐呢？就不知道了。就是甲骨文有这些记录，然后我们历史上呢，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确实有宫商角徵羽，商也是指声音。那么到底商是星宿还是声音还是其他的还是地名，所以就让我就一直在这个上的纠结。在我之前呢，考古学界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商的人也有很多，他们主要是把这个大家注意哈，这个上边的那中间那个三个字是商的甲骨文写法，就是商字写成甲骨文是这么写的啊，注意哈，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商字呢就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这么来解答，但是没有一个答案让大家普遍接受。好，那我刘旭先生的这个就是跟我通过话以后，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我就一直想找这个声音。后来我在这个考古报告里头，因为其实我这个想法，我不是说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我很多很多年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音乐，是乐器。大家我跟你解释为什么我地下发现的这些现象是乐器。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把它敢，没有把，没敢把它跟商联系起来。那么，自从刘旭先生跟我通完话以后，我就又回到这个考古发现。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王陵区的一个大墓的一个墓道。这个墓葬的编号是1217。
这是当年就是石鱼所的这个前辈们挖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墓道的地上啊，这有个十字架，这有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对吧？看到了吧？然后那个十字架边上有一个立两块木条，有个立木，特别是这个十字架边上还有一块大石头，实际是一把铁，是一把石磬。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经过复原，我认为它是这个情况，是两个十字架作为这个承托的一个结构，然后升上了两个木条，架一个架子。那么边上那个石磬，就这个，其实就是把石磬是吊起来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就非常的像甲骨文商字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而上面这个部分呢，因为在甲骨文里头啊，特别的常见。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商字图上面是这个。实际上我们看甲骨文里头的龙、凤，上面都有这个部分，龙跟凤都有这个部分。而甲骨文的鸟字是这么写的，写一般的鸟是没有这个部分的，但是龙跟凤，它一就是在动物里头啊，它的这个地位也很高嘛，龙凤嘛，人中龙凤啊，它就有的这个结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结构呢，就是一个商王朝的人甲骨文里头常见的一个，我们叫星头，它本身就表示带有神性，就是特别有神性。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这么结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商"字啊，这个"商"字本来就应该在这个上头加一个心头，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字的结构大概就这样。如果这个结构能成立的话，那么"商"就是一种声音，而且是敲打石头的声音。那么，而这个"磬"，大家再看这个"磬"，为什么我说这个上面有这个结构呢？你看哈。这个那个上面那个星头那个结构是表示一种就是神性或者地位。大家再看这个磬，真正考古发现的磬全都是老虎、龙，都是龙跟虎的形象，刚好就是那种特别就是特别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有神性的那种大的动物。所以我觉得呢，商字的本意啊，它可能真的是指声音。更何况商字有几种商字的几种写法里头啊，但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没有这个口字啊，另一种还有个口字，这是个口嘛。那么在甲骨文里头，这个口字呢，一般是表示声音。所以这样的话呢，商表示声音，就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由于商字有星头，所以这个声音又不是普通的声音，它一定有神性，就特别隆重、特别雅的声音。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雅声或者宗庙之音。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商的本意。所以呢，成汤建国的时候，他要给他的国家给一个国名，他认为"商"这个字太好了，是一种很雅的声音，是天上来的声音，所以祖先听得到这个声音，因此呢，他就取这个声音之雅，取这个宗庙之音，把他的国家命名为商，而且从未变更国号。就自从成汤用商命名这个国家以后，一直到帝辛十国，从来没有人变更过国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算把这个刘旭老师这个问题啊，给回答了一遍。但是这个在商代的这个甲骨文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你看，我们看甲骨文的商字，甲骨文用商字的时候，要么就称地名，是吧？人家入于商，是吧？资商、天意商啊等等，这主要是在商什么都是指地名，这种比例特别的高。这种词条啊，你看这入商、入于商80例，在商9例，天意商16例，这是我不完全统计啊。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在商王朝历史上，他们称自己是称商的，整个甲骨文里就没有找到过别的称呼，他们都称自己为商。哎，现在就奇怪了，司马迁他没事干，他为什么叫英啊？这就是刘旭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了两问，为什么叫商，然后为什么又叫英？那为什么叫英呢？英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又开始思考为什么后来就称商王朝，好好端端的一个商王朝，那个如假包换的商王朝，怎么后来就称了英了呢？而且还有称英商的，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那么要搞清楚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首先要先看一下英字的本意，还有商王朝什么时候变成英的。那么我们看哈，甲骨文里头有这个英字，甲骨文是有的，但是只有四例，这两例啊，大家看这两例写法啊，就是这两例是一样的啊。这个英字的这个写法是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有个大肚子，然后有一只手拿个锥状的东西来扎那个肚子，这是英的这个字形啊。所以呢，关于英字的字，根据字形，学术界呢一般就文字界啊，基本上就认为是食物治病，就是于兴武的说法。比方说，或者叫病重而治在人府，这冯石先生的说法。那么都是在说这是在治病，也就是说，如果是从这个本意看的话呢，英字就是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概念，就是它有病，然后要治，好像有这个概念在里头。那么我们再看什么时候商王朝才被称为殷的。那么我刚才说了，甲骨文里头你看不到商朝人称自己为殷，他们自始至终称自己为商，就没改过。那什么时候开始称为殷呢？实际上称殷的时间是商王朝灭国之后才被周人称为殷的，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事。你看，我们看证据啊，青铜器，我们看厉鬼、何尊、夷侯则轨，这都是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你看到没有？武王征商，为甲子招；武王祭客大邑商，对不对？所有这些最早的青铜器啊，你看这个碎鼎刻文或者刻婚素有商，也说的商。所有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毫无例外都称商王朝为商。那什么时候开始把商王朝称殷呢？就开始大概是成王以后。你看天王轨、宝友、大禹鼎、来庞开始称殷。那么这就看得很清楚，其实西周初年商王朝还是商王朝，那么到了成王以后，商王朝变成殷了。你们这是厉鬼，大家看这个商字啊，武王征商，对吧？商，这是武王祭客，这个武王祭客大邑商，则廷告于天。那么这是何尊。可是你等到春秋时候，太奇怪了，到了春秋时候，就连商朝自身的后裔都不称商王朝了，他称商王朝为殷。你看，有殷天以商，有殷天以唐，对吧？自己的后代都开始不称商王朝了，这个历史的转换简直是太奇怪了。我们再看文献，文献里也是一样。你看《尚书穆氏》，穆氏就讲那个牧野之战的，这个时候他说的是也是商议，对吧？商议，然后一周书世服解也是伐商等等，啊，可是到了这个晚一点的文献里头，当然潘根不是很晚，也就是比不是那个初年的文献的哈，或者初年文献传抄的，它就开始变成殷了，变成殷啊，殷也当然也有叫商的，也有叫商的，慢慢都变成殷了，所以这个关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有个时间变化，就西周初年以及整个商王朝叫商，
那么成王以后开始叫殷，那么殷本身又有得病治病的意思。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忆起来《尚书》里头的，韶告、九告、洛告等等，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总结商王朝灭国失国的所谓的教训。那么，也就从这时开始以后，商就变成了殷，因为殷有一个得病治病的这个行业在里头，某种程度上呢，有一点点蔑视的意思啊。所以这是我关于殷司马迁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是这刚才我讲的呢，内容呢有实际上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刚刚放在那个我们一个网站里头，大家要扫这个的话就能看到这个文章哈。哎，这是我讲的那大家扫这个码能就能看到我那个文章。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就是关于商王朝跟殷的这关就司马迁的那个。那么司马迁既然把商王朝称之为殷，他不称之为商，我认为是司马迁上了周人的当，因为周人带着蔑视把商王朝称之为殷，所以司马迁当时没有太考虑，就变成了殷本纪。所以我认为司马迁绝对是应该把他的《史记·殷本纪》写成《史记·商本纪》，那才是合理的。所以我今天看我就开玩笑说，我说司马迁犯错误了，这是关于这个司马迁笔下的商王朝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我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研究吧。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一下荀商的第二个，到底司马迁笔下的殷是什么情况？我就放一段幻灯片，大家看，这个是司马迁他所列的商王朝的王系。啊，当然还有先公啊，从那个谢开始啊，还有这个，就是大天乙以前的先公时代都列了。那么司马迁的殷本纪最重要的记录就是把商王的先公先王列出来了，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嘛。第二个内容，司马迁提到了这几个王迁过都，所以这是关于司马迁关于殷本纪的关于商王朝的所记录下第二个重要信息。第三个呢，他记录了很多事件，比方说商汤伐夏建国、伊尹放太甲、牧野之战等等啊，这是他记录一些事件。然后呢，他也记录一些人物，比方说伊尹啊、巫咸、傅说、祖己等等。就是司马迁的殷本纪一共是2868个字，2868个字，他再怎么详细，再怎么记录，他的主要内容就是我这张画里面所显示的这些商王的王系、商王都城的迁徙、商王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以及若干个人物，这就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商代的历史。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司马迁犯了个错误。司马迁把殷本纪写，商本纪写成了殷本纪，但是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2800多个字的商王朝，但是他的商王朝的内容其实是很有限的。你像2800个字，大家都写过文章，你说你能写多少东西呢？对吧？我们的文章动不动就都1万字吧，最少6000字吧，2800多字能写啥呢？写不了多少东西。那么我今天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考古的部分。那么考古到底给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商王朝？由于考虑到我讲考古版的商王朝讲的特别的多，我估计今天在座听过演讲的可能还有很多听过我演讲的人，所以我会在这个部分比较快的讲哈，我就直接给结论。首先，考古要是想搞一个商王朝，它要遵循一个什么办法呢？它得遵循一个科学的原理，就是说，他要找的一个起点，然后去发掘出来。那么哪里是起点呢？起点就是甲骨文，因为甲骨文证明殷墟是商王朝的都城，对吧？那么有了这个甲骨文，有了甲骨文所证明过的殷墟的商，这个殷墟是商王朝都城之外，之后，那么就以这个为起点开始研究
才能够属才能够构建一个商王朝的一本地下的史书，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工作呢叫做商王朝的考古编年。大家看，刚才我讲过了，这是司马迁的记录的，这是王国维从甲骨文里头记录出来的，这两个是一样的，也就一对照你就知道，司马迁记录这个王系被甲骨文证明了。那么反过来说，就是甲骨文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比更重有特别重要的是，甲骨文证明他得到了一个链条哈、啊，从国家奠基人天乙到太丁太甲，一直到最后帝辛湿国是吧？他得到这么一个链条。可是殷墟呢？殷墟是盘庚，请你看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是从已知到未知，就看就必须承认这个逻辑啊。就是殷墟所代表的商王朝是这个部分，对吧？那商根据甲骨文，商王朝是一个很长的链条，一直到天乙。那这些比殷墟早的历史，他到哪里去找呢？这是一个考古工作的一个逻辑。那么有这个逻辑以后呢，我们就考古就开始这么来建立一个边境框架了，就是以甲骨为线索，以殷墟为起点。采用陶器法和都称法这两个方法论来构建商王朝，怎么构建呢？首先，理论上讲，商王朝的他一直没改过国名，最少主持商王朝工作的那批人是吧？就那个主要的部族，他都是商朝人。那么商朝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习惯。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抓住了他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个商王朝这个历史给它拖出来，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都称法。什么叫都称法呢？都称法就是，如果殷墟是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那么司马迁记了司马还当然还其他文献呢，记了商王朝的都城迁徙。那每个都城县就是经历了几个王是已知的，对吧？比方说盘庚迁殷是盘庚开始，那么到帝辛，那么是七代九王，对吧？那么南庚是两代，如果包括他们包括南庚的话，那可能是三代。那么足以迁徙，足以迁徙以后立这个都城用了三代，河当甲居相都城只用两代人，那么。陈汤都伯可是经历了六代人，那么有了这些所谓一代一代的这个王位传承之后呢，我们也大概其估得到每一个都城它必须经历了一定的时长，对吧？那么每个都城经历一定的时长，而都城本身又有先后序列，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值，一个固定值，就是每一个王就是每个都城。它之间有先后排序，每个都是延续的时间，它有一个时间值。那么，如果我们考古上能够发现同样的一批遗址，这些遗址有相当的都城的规模，这些遗址又刚好跟文献所记录的商人活动的地域相近，这些文献刚好又延续的时间和排列的顺序跟都城差不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两个手啊，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就是文献的朝都城和考古的遗址的一个契合关系，看到没？那么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推出商王朝来。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那么第一个方法是陶器法，同一个文化序列跟它顺上来，对吧？这个方法都城法，沿着都城这么契合，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得到这么一张图了。就我们把这，我像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工作，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如果把商周分成商早期、商中期、商晚期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陶器，当然也包括铜器啊等等，然后根据我都城，大家看我这个里头这个显示的不太好，其实我这个地方标的是都城，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几个小井号啊，这就是都城，你就会看到都城在其间，然后王朝在延续。所以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商王朝的边境框架，这叫边境框架。那么边境框架为描写方便呢，我们把它分成商早期、商中期、商晚期，这就是考古学
研究商王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要是没有这个成果，其他一切都免谈，对吧？这是殷墟，是吧？好，殷墟叫天意商或者叫大意商。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再讲得快一点哈，我再讲一下商朝人的人种问题。如果大家搜手机输入唐继根 DNA 或者唐继根殷墟 DNA， 你们可以看到手机上好多人在骂我。为什么骂我呢？因为当年我曾经把一些骨头样品送到加拿大、送到日本、送到北京，中科院基因所测这个商朝的人种。那么测出的结果呢，显示这些人种，商朝的人种是西亚人或者高加索人。这是日本学者和加拿大学者给我的反馈，然后他们很兴奋说我们发 science 谈，我们发个好文章，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候我才30多岁，我直接就拒绝了，我说不可能，然后我就把这个文章封杀了。但所以大家从 science 啊什么的根本看不到这个研究成果，因为我认为它不可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商朝人应该长这个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商朝人，这是商朝人自己做的自己的雕塑，这才是真正的商朝人。所以我认为商朝的形象应该是用行话讲叫蒙古这种东亚类型。所以我只讲结论，对吧？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真正的商朝人的形象。大家从这张图片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形象、他的五官、他的头发、他的身材、他的衣服，还有特别重要的他的跪姿。那个时候没桌椅，他就是跪着的。那么这件文物的学术信息、文化信息非常的足，就这一件可以写成，可以写4000是2800多字，可以写8200多个字，就这一件就可以写。好，那么商朝人大概就是人种就这样子。那么商朝社会怎么组织起来的呢？因为过去我们说商朝是奴隶社会，对吧？这是在殷墟开的一个批林批孔大会，实际上是批奴隶社会。这是我从我们那个考古队的库房里翻出这么一张非常有历史感的照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会让人非常的激动，对吧？看这东西，实际上商王朝啊，它不是奴隶社会，它是一个，你看，我这是我做的一个研究了，它是一个以平民为主的社会。这个平民，大家看下面这个百分比，82%到87%。就是商王朝的主要社会成员是平民，如果说奴隶的话，3%、7%最多到7%，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呢？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墓地的这个形成来看得出来，商王朝人是一个家族式的生活，你看没，一族一族的墓地。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奴隶社会，而是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的，有高度社会分层的一个等级社会。那么同样的，考古给了我们对商王朝很多近距离的描述。司马迁永远不知道商王朝人穿什么衣服，但是我们知道，司马迁不知道商朝的人头部怎么处理，但是我们知道，比方说这个人他头上有个孔洞，这个孔洞就是插这个发簪子的，那么他知道男女都插这个发簪子，对吧？那么贵族出来的时候，那身上都是这个玲珑作响啊，就是这个一身玉器。那么商朝的人，你看用力钝击，怎么看出来的？因为甲骨文有这个字，这个字底下就是这个力，这个就是一只鸡，看到没有？或者一只鸟，对吧？商朝的人喝酒，所以他有大量的酒器，对吧？好，商朝的人吃小米、吃小麦，商朝的人住四合院。我直接给结论啊，因为时间关系，住四合院，对吧？有排水系统，有道路，有水渠，哎，所以商朝的人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好。我曾经想就是找一个机会，因为我现在也跟腾讯在合作做一个什么事呢，我就特别想有一天我能用动态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我复原一个天意商。什么叫天意商呢？你看我前面一直讲天意商，天意商啊是商朝人
对自己都城的称呼，就像我们今天叫北京叫首都北京，它的首都就是天一山，这么个意思。那么你看，这是我改造过的一个天一山早晨，在天一山的早晨大概9点多钟的一个状况。那么我希望有一天呢，我利用甲骨文的这个昧、旦、大采这三个时间。昧是甲骨文里头称呼天没亮之前或者天麻麻亮这个时候的这个时间段，旦就是太阳升起了，对吧？大采就是太阳里头升到中天了，那么就是我描述商王朝的早晨，昧的时候鸡开始叫，鸡鸣三遍，然后狗开始吠，然后开始一个屋子的火把点起来。然后太阳升起来，士兵出操，女人出来化妆，然后车夫把马车赶过来，然后大家出行去打猎等等，就是我是希望这个。那么怎么出行呢？坐车呀，是吧？坐马车呀，对吧？然后有士兵啊，拱卫啊，有士兵保卫啊等等。那么这是商朝。那么商王朝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有丰富的数学知识，这是我做的，我设置的一些公式。那么如果你用这个甲骨文代入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计算。我相信商王朝的那个数学能力已经能把这些东西解答出来了。这些题是我出给商王朝人的，当然商王朝人不可能解答，但是他们如果活着一定懂得怎么解答这几道数学题。那么商王朝还收藏文物啊，那时候收藏文物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商王朝是一个，就我们了解的商王朝是远远超过司马迁的，对吧？那么商王朝的工业成就，你看铸造大鼎啊，铸造青铜器、玉器，就各种玉器。商朝的人信仰祖先哈，这个人死了以后要把人杀掉埋在墓底陪葬，对吧？这是陪葬人。那么这是祖先牌位，那么在王陵区一批一批的杀完以后陪葬，这是我2013年发掘的三座祭祀坑，挖出来一个头都没找到，脑袋全被砍走了，那么砍到哪去了？放到墓道上了，等等啊，人都砍下来，这商王朝的这个这商王朝把人还甚至把人头割下来放到野里头去蒸去煮这样的啊，那么也就是商王朝是一个为了祖先啊舍得杀人这么一个。哎，这是这个商王朝的一些这个基本情况。那我们再讲一个，再轮廓化一下哈。那么商王朝当然它有这个文字书写，有甲骨文。我只想告诉大家哈，就是说在世界上，甲骨文是自成体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那个商朝是西亚来的，商朝是西亚或者哪里的这个说法，因为它文字就是自己的系统嘛，对吧？那么这是甲，这是骨。这是甲和骨，那么考古发掘挖出来，当然了，甲骨文留给我们的信息，其实严格的说不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而是甲骨文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成文文献。甲骨文是异音文字，甲骨文是毛笔字的一种特殊形态，就这三个信息啊，是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说到甲骨文的时候，千万不要注意力不要放到甲骨两个字，要放到文字上。它是异音文字，它是毛笔书写，它是成文文献，这是它的成就，这就是毛笔字，这是我们挖出来的，这是我挖出来的等等，这是甲骨文里头的这个毛笔字的一些体现。好了，那么除了那个甲骨文，除了商王朝哈，除了这个，就是给我们带来刚才那些大的关于商王朝的描述之外，其实我们的考古工作也给我们找到了商朝的具体的人，比方说富豪姐姐、好姐姐，对吧？说你找好姐姐，我们对富豪的描述可以做得非常的清晰。今天对富豪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前几年，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努力，所以我现在也在跟人合作，想把富豪跟他做活的，就是也是在做这个事儿。
那么，所以呢，我们考古研究所带给我们的商王朝是一个活生生的商王朝，是一个既有宏观结构，也有人物，也有具象人物的商王朝。好，这就是我们的考古版的商王朝。那么呢，考古啊，实际上很，我刚才说了，我只是给大家带来商王朝的轮廓一小时，但是考古呢，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比方说，刘旭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商王朝为什么叫商？哎，为什么后来又叫了殷？唐静给你给我回答一下，对吧？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商王朝的王族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在打架，所以我简单用几分钟说一下这个我参与过的这个工作。大家知道，关于商王朝从哪里来，王国维呀、一直有个说法。他说商王朝是从商丘来的，他坚信不疑。然后呢，邹恒先生呢，他就坚决反对，他那不可能，完全就是错的。后来张光直就组织了一个考古队，然后就把我也拉进去了，所以我参与了这个工作，所以我才能讲。那么为什么汪国维认为商王朝在商丘，是因为他相信文献，这就不说了。为什么邹恒反对商王朝在商丘？因为他相信考古发现了陶器。为什么？因为我们考古发现，商王朝所就是以殷墟为代表，如果以殷墟作为已知点的话，殷墟也好，郑州商城也好，那个时候的人用的陶器全都是带神纹的神纹陶。可是，相对于商早期的时候，整个商丘地区用的是素面陶。大家看，这就是素面陶，我们称之为月石文化，这就是商文化的。你看看，素面陶跟商跟神文它完全不同嘛。那你想想，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这些人就是这些人。邹恒就说了，那你这些人生活习惯一夜之间改变了，对吧？可是呢，张光直说。他说是这样的，你们俩别打架了哈。他说，用素面陶的人可能是商王族，用神纹陶的人可能是其他的族，或者是被征服的族。所以张光直先生呢做了个调和，然后就组建了一个考古队到商丘。那么这就是当年的考古队，然后这是当年的我就参加了张光直先生的考古队，啊，这是我的当年考古队的一个合影。那么这是当年的工作，我们在这张国志先生在野外，我就大概去过一下。高庆林先生，这是张国志先生，这是我儿子。哎，好。那么我们在商丘做了几年的工作以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商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我们发现，哎，真的，相对于商王朝早期的时候，商丘地区是月石文化。等到商中期，商丘才成为神文文化，就过渡到商文化。好了，这一做的结果，邹恒先生好像是对了，所以这非常的麻烦，也就是陶器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我又想起了都城法，所以呢，这个2021年，我又被人忽悠到商丘。继续做中美队当年没有做完的工作，在商丘主持寻商之旅，寻找商王朝的王族。那么这个工作今天还在继续，这工作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主席呢讲过一句话，他叫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那么政治家一听到这句话以后，当然必须找学术界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带着南科大的队伍，这是我的南科大的这个一车设备，各种这南科大的学生拉着一些设备，这是我的课题组的成员，这是我的课题组的，我们在那个做考古，这是我用地震波的方法，用很多这个汽车撞的方法，我们在做这些研究，我们还用了这个比较先进的方法，最后想法就是说能够希望能够找到你挖出那个古城，挖到负11米，能够挖到商早期的地面，看看
商王朝是不是起源于商丘？你看我的考古工地，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这是习主席的一个标语。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这是我们的考古成果等等，目前的成果。但是呢，这个工作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大家可见寻商之旅有多难。所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讲了一下商王朝为什么称商王朝，我讲了一下司马迁笔下的商王朝到底什么内容，我也复述了一下吧，考古学带来的商王朝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宏观面貌，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最后呢，我简单的聊了一下商王都起源的一个探索。总之呢，时间距离虽然遥远，但我们关于商王朝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司马迁，这是学术的进步。好，谢谢。谢谢唐教授。其实唐教授，我觉得我是听完以后我觉得意犹未尽，这个一个小时真的是太短了。我相信观众一定也是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唐教授就是以一个就是很有从考古的角度啊，当然他是先对于商跟殷这两个字的这个来源跟他表达的意思先做了一个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提出了新的观点，然后呢就又从把史记跟甲骨文里面的那个商王的谱系又做了对照。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考古版的商王朝，它的这个对于商人的衣食住行的就是很精简的一个勾勒，因为主要时间是太短了，然后包括这个商王族的一个起源，以及将来就是想要论证习主席的这个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为什么，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11米之下可能会找到早期的这个地面哈，这个可能就是考古学家他有他的这很直觉的这个看法，我们也期待唐教授将来的进一步的研究。那么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唐教授。那么我刚才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商字的它的这个结构，就是跟那个庆的这个声音的那个联系，有一个问题就问，就是说他在那个商字的甲骨文的商字好像只看到一个架子，那么好像没有看到庆。那么当然唐教授也说上面那个星字就是跟那个皇权是有关系的，很猛烈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虎啊，那么能不能请唐老师回答一下，就是刚才那个甲骨文的这个商字好像没有看到庆，只看到一个架子啊。对，这个确实没有表现庆。刚才我说到庆，他重视的，他可能用重视的是这个声音，所以他在商的另一个写法上加了个口字。嗯，实际上这个就是甲骨文好多字啊，他造字的时候有一部分字他是要用这个形的。但是呢有当这个形是个复合结构的时候，比方这个形是个架子又加了一个庆，这叫复合结构，他有可能选一部分。按道理来讲我觉得选庆也是合理的，但是可能那个架子啊，因为它连着那个心头，它连着上面那个特别重要的那个心头表示神性的地方，然后架子一般你看我们在1217号墓道里发现的那个，它其实上面修了漆，那个架子是非常漂亮的。这庆是这个庆呢，它那个是单独悬挂的一件，就他可能如果单独画这个庆的时候，他反倒他要脱离那个架子。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我不清楚，倒是商朝的人首先我要说的是关于商字是姬庆之声这个说法，是我的一个解读。我现在也不认为我的就已经完全的完美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在目前所有的关于商字的解读里头，至少我的这个解读是最合乎
各种条件的，我只能这么说。好，谢谢唐老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啊，因为刚才唐老师就把因跟伤就是两个字就是做了一个解释，那么是不是应该说现在我们现在叫的阴虚，是不是应该叫伤虚呢？准确的说，对，应该叫伤虚，而且应该叫天意伤虚。天意伤虚，好对。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最近有没有做新的阴虚骨骼的 DNA 检测？那么有没有结果？不是最近了，有两年了，有两年了。就是这个是我知道这一问的背后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呢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因为我现在不愿意在网络上就炒作这个事，因为南科大这个学校一沾上 DNA 就要倒霉。因为此前我们有个叫贺建奎的老师，因为搞 DNA 后来被开除了嘛，然后现在我就 DNA，要是我这边又碰到 DNA，所以我一般都很低调，不想太说这个事儿。当年我们做的 DNA 呢，做的是线粒体 DNA，是母系遗传。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几个 DNA 片段，经过扩增以后，那个时候呢，认为那几个特征都只能跟西亚或者高加索类比。那么现在呢，由于可以做父系 DNA，那么现在证明原来的一些被认为只有西亚人有的基因特征，实际上现在我们东亚人也有。也就是说，当年确实是我不让他发是对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起2年多前吧。这个，论文已经发表了，就是又做了一批，当然数量不是很多了，上传人的骨骼的 DNA，这回就证明我是对的，是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是我们东方人的，我只能这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不能炒作，一炒作，这个就问题比较大了。好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位观众就听众就问说，殷墟的王族大墓是被周系统性摧毁的吗？殷墟的王族大墓，现在所知道的都被盗了，而且几乎可以确认，就是在西周的时候就有人盗过。但是是不是系统摧毁这个？因为这些大墓都不是我挖的，是当年史语所老先生们挖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出版了详细的报告。我读他们的报告的时候，其实我关注了这个问题。但是呢，由于晚期的盗洞，就是民国初年啊，就是特别包括就是主要是这个民国初年，一几年二几年初，当地的百姓啊，还有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当地的百姓就是盗墓成风，就是在这个王陵里头这个附近到处挖，挖了好多这个大洞。早年盗墓的遗迹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西周时候的人到底盗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是历代不断的叠加盗，好多遗迹都没有了。还是接着就是刚才的这个 DNA 的问题，说之前检测的殷墟人骨的 DNA，人骨主人的身份可以确定吗？我不知道这个身份是指的是性别啊，还是说他这个等对，地我位知啊？道这个问题应该是算是问得很有水平的，因为我知道他想问什么。因为样本就是做研究的样本特别重要。因为你听我讲课，你就听我讲课，我想听众应该能相信我，这些错误我是不会犯的，对吧？我肯定很重视样本。那么我所说的样本一定是商族人的，我不会送王陵去的基斯坑的样本。我一定是送商王朝的族墓地里头取的样本，而且客观的说，是我送的是我自己组织发掘的黑河路的人骨头的样本，那个是非常可靠，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样本证明呢，样本做出来以后呢，这个因为当年只做了线粒体 DNA，当然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防污染啊等等。而且我为了做这个 DNA，我还专门跑到加拿大。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我确信他们的实验室没有污染之后，我确信这几个研究人员是靠谱的，我才把样本拿过去。那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他那个 DNA 是做的很好的，当然他们做了的结果，他们都很兴奋，但是我当时确实是我一利用了我的那个，其实那我后来有人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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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压学术什么的，这个倒不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学术权威啊，我只是个小年轻，我就是说我说这个材料，我说我不相信，因为我材料是我的，我要不让发他们都不敢发，所以就没敢发，并不是说我打压学术，不是那个意思。看来这个那个商代的研究有很多背后的一些故事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回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就问，刚才就是唐老师放的那个11米的那个线图哈，说为什么底下11米的下面画了几个三星堆的人，是吗？我倒是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啊。他是看得很细，看得很细。那个是这样的，我是为了表示11米跟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相对高度，所以我随便放了几个人，结果没想到被他看出三星堆的来了，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是三星堆的，随手放了就表示那高度，我其实我应该放几个现实活生生的人比较好，但是我为了达到是三千年前那个效果，我就放了几个三千年前的这个线图。对，你看我们听众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哈，很厉害，啊，恭喜港中大，你们的听众水平很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能不能甲骨文是毛笔字，这个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其实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所以我因为我是不是很愿意讲特别多的这个相对来说对我来讲是重复的事。就是甲骨文是毛笔字呢，有几个证据。一个呢是我们发现了实实在在的毛笔字，比如说我放在那两件玉器上的就是毛笔字，只不过它有的时候沾的是墨，有的时候沾的是朱砂或者赤铁矿，对吧？它也像有朱书或者墨书，这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你们看那个商王朝时候的青铜器的铭文，那个铭文啊，它是用毛笔写到陶范上，然后铸造出来的，这个毛笔的笔意还在。你比如说毛笔这拐弯的时候，它一刀拐用刀刻的话，拐弯是直的或者有棱角，但是毛笔写的呢，它是毛笔它有那个圆润的转折，然后毛笔有提笔，有提笔有笔锋，是吧？这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如果大家读甲骨文的时候，你看那个字好多字，比方说书写的书字，比方说经典的典字，比方说一册两册的册字，这几个字，矢字是一只手拉根笔，典册是一根绳子把竹简穿起来。你说他穿起竹简能干什么？那就是在竹简上写字啊。所以在种种迹象表明，还有甲骨文上直接就也有毛笔字，甲骨文上也有写毛笔字，证据很多。哎，对。谢谢唐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时间还是蛮充裕的，其实观众的提问也很踊跃，就希望唐老师能够把可以在这个就可以借这个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有关商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位观众就问，就是说如何看待郭靖云、郭立新等学者把商朝的历史分为商汤和殷商两段区别对待，汤商一族长江中游起源可靠吗？这个商代真很多的学术问题哈，还没有解决啊。因为我要不我说呢，我说这个听这个讲座的这个听众水平都很高，而且都能够跟踪学术的前沿。两位郭老师我都很熟了，他们的观点我都也知道，比方他们这个著名的观点，上半场可能跟北方有关，后来又跟长江中游有关等等。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个考这个一个国家，就国家族，就是民众还有文化，其实这个几个概念之间还是不完全一样。
当我们讲，比方说讲那个就是长江中游的这个文明的起源、文化的起源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这方面我是叫什么部分同意两位郭老师的观点，哎，就是说比方说本地的文化、本地的这个长江中游曾经很这个很发达，给商王朝注入了很多的文化养分，这我都同意。那么，比方说东北的文化，比方说郭晶晶老师，他说东北一些文化因素也到了这个也可以到了商王朝里头，这我都同意。这是文化。但是如果说到国家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比较你把殷商跟商分开，这个就比较难了。你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些文献上的资料，就是我们说殷商，现在最早的提殷商的是哪呢？最早就是整个中国所有的文献中最早提到殷商的是《诗经》，《诗经》里面有这个提到过殷商，那是最早的。那么后来很多人跟着说，这个其实殷商跟殷是一回事，他只就因为西周人称殷嘛，他不称商了。那么后来有人说稍微把商也提一下吧，就说成殷商嘛，就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殷商是后来的事，就是西周以后的事。商就是商，就是我说的商王朝一直是商王朝。就为什么结论我打这么句话，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是想表达的是商王朝一直是商王朝，殷墟就是商墟，应该叫商墟。哎，我不知道回答清楚了没有。好的，然后还有的问题呢，就是说啊，请问唐教授，商朝的青铜、牛、马、羊、小麦等这个新技术或者新物种是来自何方？齐家文化陶寺和二里头遗址的石磬是不是商磬的源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是一个争论比较多的问题。我一个朋友叫易华，他就提出来呢，这些东西都从西北过来，他写了文章，而且是经常也发表他的观点。我觉得要分开来看，你知道早年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都说西来的，后来才发现它不是，比方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西来说是确实是这个流行过一阵，后来证明仰韶文化要分开，对吧？那么马这个东西呢，马跟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要分一下什么样的马，什么样的马？但是目前看来，车就是说从我做商朝考古，从文物这个角度看。因为我们从弓形器、灵鼠刀、羊鼠刀，就是兽鼠刀，还有有穷斧这些文物来看呢，我觉得可能跟西北方向有关，有可能有关。所以马车从西边过来有关。那么如果马车从西边过来，它马也有可能会过来。那要不车怎么过来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小麦这个东西呢，要问赵志军了，因为赵老师他一辈子就研究这个，发过很多文章。我所知道的小麦是殷墟，就是发现过小麦，就是商朝的人，其实我应该叫商墟啊，就是商墟发现过小麦，那么商墟也发现过小米，那么小麦的源头在哪里呢？因为学术界它有一个，你要给它一些个时间去积累资料，我觉得现在要讲这个事，还是应该以赵志军先生为准，这是小麦。那么羊这个东西呢，就要看什么样的羊。我别的不说，现在是三星堆很火爆。现在，你看三星堆的羊，长江流域的羊，全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圆只角的，它那个角啊都是圆只角拐过来。如果你看北方的羊，它表现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羊跟羊还有不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奇谈怪论一点。就是我相信刚才提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学者，或者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问题都挺有水平的，就是这个事儿呢，笼统的说马说羊
说什么说说说谷物，我觉得还目前不容易解决，要看要说到种说到品种，可能要，但这对于植物学、动物学是个挑战了。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殷墟的地下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它叫大邑商厅。那么，天邑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吗？不是，它是这样的，大邑山跟天邑山是一回事，完全是一回事。因为甲骨文里那个"大"字跟"天"字经常可以混着用，但一般情况下"天"字呢，这个写法是上面那个最顶上会加个圆点，那个叫"天"。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甲骨文是用刀刻的嘛，它那个圆点它就不刻这一笔了，它就把"天"字刻成"大"，实际都叫天邑山。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啊，他相信天命，就是你看那个，你知道那个，我们说何尊的那句话"武王既克大邑山，则停告于天"，就是要露天的、啊，在亭里头停告于天，就跟天沟通。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天，天是最大的，天是有灵的，天是能够干预今天。今天的政治、今天的权利、今天的生命的，所以说天意商他也是表示什么？我的商王上的权利是天给我的，那个天意商是天，就是这个天赋予了商王权利，是天意商就是大意商一回事，哎。好的，谢谢，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听众的问题就是唐教授怎么看殷墟没有城墙，而环北商城好像有城墙？对，首先呢，我们要解决殷墟到底有没有城墙，然后再回答为什么有或者为什么没有。实际上我在殷墟工作时间几十年了，殷墟我认为是没有城墙的，所以这样呢，我就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假定我是对的，我就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城墙？因为环北商城的废弃。现在我们的资料证明，就是我那个社科重大课题，就是整理环北商城的那个报告哈。这个环北商城的废弃，其实是一把火烧掉的。整个宫殿区大的建筑遗址，地面上全是烤成的焦红色，或者是说这个烤成的红色或者烧土色。所以的话呢，那个湿掉以后。那么短期可能还有个囊根前沿，然后又迁回来。那么后来这个，我相信这个迁过来的过程啊，是一个一群一群往里迁的过程，它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干脆就没有做这个城。那么这个跟大都无城没有关系，大都其实是有城的，但是殷墟确实没城，我相信它没城，因为那个。有一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哈，现还在有时间，还还有有点时时间间，哈，您可以展开的说。我再讲一个方法，因为这样做研究嘛，都得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去，找材料，还要用合适的方法。那么为什么我说殷墟的形成是一波一波人迁过来的呢？我告诉大家，就是陶器，因为每个地方的陶器，就是它地域不一样。他做陶器的那个陶土啊，那个胎，他用的是当地的土，他掺的是当地的料，所以如果你把陶器给它打磨、磨片、磨光以后，就像徐老师做那个鉴金那个鉴金那个研究一样，就你肯定得做一些实验，那么 就是你把它磨完以后，你会发现 就是殷墟。不同时期都会有一些外地的陶器过来，那么那个时候外地陶器，它不像现在坐着高铁就去了，那个时候要做一个旅行，从别的地方走到殷墟，他一定要带着盆盆罐罐，也就是陶器，这个陶器是从外地带过去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能看出来殷墟的遗址的就形成过程，最早在哪里住着，然后接着哪里又来了一波人。然后又来一波人，
实际上阴虚是一个逐渐逐渐膨胀扩大的过程，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它导致它是牵过来的，攀根牵阴嘛，它这么牵，它这个牵可能是个相对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来的比较多，就没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这是我第一次讲我的这个理解，我从来没讲过以前。对不起啊，感谢唐老师的分享哈。唐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他还没有发表的一些新的观点。嗯，那么希望将来唐老师就是研究成熟了，发表了以后还能够再跟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分享。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富豪墓的性质有没有可能是器物坑？有这个可能吗？因为这个一直是觉得是个墓葬。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呢？衣冠冢这个事我确实器物坑衣冠冢这种说法都听到过，而且曾经引起这些东西都会反馈到我这来，然后都问我是吧，我是知道这些事的。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墓葬富豪墓这个墓葬它不是它一座墓，它边上还有好几座，它是个墓地。如果他是个衣冠冢或者器物坑的话，那周边几个怎么解决？子鱼墓、17、18号墓怎么解释？这是一个吧。第二个，富豪墓虽然面积不大，只有20个平方，可是他挖了7米5深啊，而且里头棺椁俱全，关键是里头的随葬品。他的随葬品啊，青铜器1.6吨，玉器700多件，啊，还有一个。里头有16个寻人、寻葬人，所以这我们只需要解释为什么他的骨头没有了，为什么找不到？其实我们只需要解释这个，他不可能是衣冠冢，他不可能是器物坑，他里头就是有骨头，他的整个结构、他的随葬品，他的随葬的包括落我们看到这个器物摆放，他的落摆放过程的那种伴随而来的落葬礼，全都是。正常的一个墓葬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只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现富豪的尸骨，我们只要解释这个。那为什么没发现呢？我的解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富豪是个贵族嘛，王后，所以他的埋葬是很隆重的，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椁，然后很小的一个棺，然后棺椁之间放器物，椁上的放少量的器物。然后上面是打夯，你知道这个结构底下是1米多的空间是空的吗？上面有6米啊，6米是打过夯的夯土，注意哈，打过夯的夯土会使得这一整块土如一座山一样的重，底下又是1米多的空的一个大椁，大家想想，地下水如果上来以后。那么木头被朽烂掉，你才会发生什么？上面的那个东西扑就下来了，它会把骨头给砸碎的。当然你会说，那铜器为什么没砸碎啊？你注意啊，铜器是在棺椁之间，没错，铜器堆得很满，确实也有铜器碎的。你看五十四墓也很多铜器是碎的，你们现在看到富豪墓的铜器也是修过的，对吧？所以说。它实际上，它那个大的空腔上面塌下来，把骨头给压碎，这是当时的状况。再加上一个什么呢？挖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下水位是6米，可是富豪的棺椁是在6米以下，6米以下泡到水里头，那个时候抽水不像现在电力充足，马达先进，说出就出。再说钱也多，以前哪有钱？以前我干考古的时候，我就买双筷子，我得跟买双筷子还得跟队长请示一下，多买一双，多买几双，买个火柴，我得请示一下。那时候没什么钱，所以抽水是要费大钱的。好像考古队有点舍不得那双。来，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啊，《礼记》曾经说过，殷墟是国际性大都市，那么有哪些啊？
国际性的因素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礼记》的对于殷墟的这个定义呢？文字嘛，这毫无疑问，文字嘛，在那个时代，你看，你放眼全球，那个时代3000多年前，有几个地方有文字，而且关键是文献。我说的是成文文献，你把甲骨文理解成文字，你把它理解成文献，你想一个民族走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时候，这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文献、自己的知识成果，当然也包括他的信仰了等等，记录下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在国际上，在地球上能够矗立东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它的青铜器铸造。但是呢，大家别忘了很多就是食物背后的就是制度性的东西。因为商王朝啊，它处在一个亡国阶段，我说的亡是三横一竖那个亡啊，就是国王的亡，它处在社会发展的亡国的阶段。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就是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管理体系有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社会机制也有了，就是整个社会运作机器很完备，就这套制度，这套管理体系，它就是一个能够让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核心。所以文字、技术、制度，这都是殷墟的核心的东西。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那个当时说了甲骨文，说了它的青铜器成就，其实当时没有，可惜就没有说到制度这一块。因为刚刚开始许教授也说到，我曾经参加过这个联合国这个教科组织旗下那个 ICOMOS 的好几个，伊朗的、印度的等等，他们的包括马来西亚的，他们的世界上项目的评估。我自己作为一个也懂这个文化遗产这个板块吧的一员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当初对殷墟的这个就是那个重要性还漏掉了殷墟的带来的制度的这么一项。还有提问，就是说，请问唐老师还有计划做更多的同位素研究吗？有机会还是应该做了，还是应该做，因为同位素这个对于研究实性，研究当然不同的同位素了，研究这个人群或者人种的迁徙，都是很好的手段。有机会还是应该做，当然要如果再做的话呢？对标本要进行更加严格的甄别，要选合适的标本。好，还有问题就是说问最近有著作出版吗？因为这个观众呢在一席听过您的课程，非常精彩，有没有文字版的书籍呢？另外就是刚才您说的甲骨文上这个可以，其实是应该是用其实是一种应该是从毛笔字的这个角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两个角度是成文的文献啊，而且是译音的那个文字。那么这方面的，您刚才讲的就是关于甲骨文的这个特点啊，三个特点，已经写成论文了没有？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我怀疑今天就有点像那个在，今天确实问题都很好，我也很开心。感觉是在开学术讨论会。而且我刚才那个问题也很有水平，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中华书局派来的卧底，因为我跟中华书局啊签过一个合同。我如果刚才那位是真是这个什么，我就觉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我确实是要写，其实我讲的东西我肯定是有思考的嘛，我确实在写，我还差一点点。应该是按道理是应该是前年出版的书，但是呢今年看能不能赶得上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一些随笔类的，我就有一本，如果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我应该有两本书会出来，谢谢。好，那我们大家都持续关注啊。
那还有就是听众说啊，感谢唐教授精彩的演讲，请问明堂是否也是四合院建筑呢？明堂跟四合院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明堂当然本身就有变化了。如果你要想了解的话呢，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杨红勋先生，他有一个叫做一本书叫《宫殿考古通论》，他专门讨论了这些东西。一般的明堂它是方的。然后外面是圆的，而四合院的话，它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前面，像我们现在发现商代的四合院是，跟后世有点不一样。后世的话呢，它那个廊道走廊是朝外的，在外头一道。那么商代的四合院呢，现在像我发现的哈，它外头是一道墙，它。廊道在墙里头是内廊的这么一个廊道，有一点点区别。好，又一个听众的提问说啊，之前提到了王国维、周衡和张光直先生关于陶器研究的观点，请问有什么新的发掘成果影响这种类型学发展出的观点吗？如何评价呢？现在考古学的发展确实很快。我记得早年我那回那个许教授肯应该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时候刚刚出国的时候呢，会，就是觉得很新鲜，这个就是，毕竟中国人比较谦虚嘛，就是想想国外能做什么，咱们会怎么做。但今天因为中国崛起了。知识界也比较独立了，都会有自己的思考，用什么方法做，就是都是这个自己根据不同的课题来提出不同的方法，比方我现在做那个商丘，包括我的考古调查，我甚至我用的方法都跟国际文物局公布的那个调查方法都有区别。那么关于陶器的研究也是一样，过去呢我们用的是类型学。所以我说陶，我为什么我没叫类型学，我叫陶器法，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考虑。如果我只写陶器类型学，那就是主要讲它的风格、它的特点。但是陶器法实际上包括风格、包括类型，是吧？这是肯定包括的。但是也包括比方我说到的陶器切片，严格的叫岩相法，就岩相分析，对吧？就是你看的里头结构嘛。那么。陶器法还包括别的，比方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这个当然这个也是确实也是西方先做起来的，就是比方说用那个气象色谱质谱仪来提取陶器器壁里头的有机物，看里头装过什么东西等等。我想还有一些工艺上的话，比方说陶器怎么做的，陶器制作工艺，种种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信息。我最近，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昨天下午我们这个也是，我刚听了一个报告，就是一个加拿大学者，他在马普，在马普呢，他做博士后，他今天刚在那个 Nature 发了一篇文章，就讲那个珠子啊，讲那个珠子的，他就是他就他他就通过珠子的分析，来讲到人的习惯，然后人的那个社会网络。这都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特别是我知道，因为里头很多是年轻的，我觉得像你们年轻的，你们再去做考古的时候，你们肯定比我们还要，能够更作吧，做出新的方法来。还是有关这个陶器法的一个问题。那有观众听众提问，就问那个陶器法的年代排列是以器型、纹饰，还是以材质或是制作技术为基准？是这样的，就是这些东西呢都要考虑，都要考虑，其实也都相关，但是呢，就是不是说一定是什么什么哪个重哪个不哪个哪个轻，不是说一定的，但是总的说，先把一般我们是这么工作的啊，先把器类分出来，你不能把盆跟罐放在一起是吧？这叫器类，比如立盆、斗罐，
这叫气类，气类。但是力，力有好多种，是吧？那么力的话呢，它有不同的气型。比方说这个有的力，它什么特征呢？你看它的口音很厚，很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气型是第一位，文饰制法都重要。我举一个什么例子？我举一个为什么？我说那个南根千野。其实我，但是我今天讲的太快，就是因为我想我只有一个小时嘛，我就讲的比较快。就是那个，比方说那个南根千野，攀根千英之前有个南根千野，那攀根从哪里迁过来的？是吧？这就是个一个科研任务嘛。那你告诉我，谁能知道攀根从哪里迁来的？你历史学家，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告诉你，历史学家打100年笔墨官司，他也打不出来。那怎么办呢？考古就有可能，因为我们如果是能够把殷墟不同地方的陶器都排完以后，再看那个陶器从哪里来的，主要的陶器从哪里来的，最早一批陶器从哪里来的，就有可能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类型学方法，就是我所总结出来的，我自己是认为攀根有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山西西南部过来，或者从商丘那边过来。我还真是，就我说的是攀根这个时候啊，因为他是已经第20个国王了，这个时候他从东边过来，为什么？就是因为陶器类型学。那我怎么做到的呢？我做了陶器切片，我知道那个陶器的切片里的那个掺和物就是鲁西南的，这个跟类型学没有关系吧？但是类型学居然同步了它，证明了它，怎么证明的呢？类型学显示有一种陶器，你看我用四个特征来描述它啊，注意哈，我每个字都很重要啊。宽边，口咽的边特别宽，宽边。厚胎，胎体特别厚。红陶，陶色是红褐色的。加粗砂，啊，宽边，厚胎，红陶，加粗砂，这四个特征，你说哪个最主要？它都主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告诉你，我很难告诉你说哪个要排第一，哪个排第三。当然，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器型要排第一。那么器型本身它有口沿、有肩部、有腰部、有裆部，是吧？还有纹饰等等。那么这就很复杂了的。我估计问这个问题的同学，是一个专业学的非常好的同学。其实我觉得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我的体会是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做到了相当的深度，你才能问出这个问题来。但是我的回答也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可能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先把口沿描述清楚，口沿最重要，或者是肩部最重要，这个不是这样的。就刚才我说的宽边、厚胎、红陶、加粗砂，你看这四个往那一放，你好多陶器就鉴别出来了，这就是类型学。好，谢谢唐老师。那么还有问题，就是说，请问可以由商墟建筑主体是木造或是石造或石夯成的，那可以判断后面朝代建筑有的是延续了商的建筑方式吗？就我想他问的是，一个是商墟的这个建筑方式，那么从它的建筑方式是不是可以看到后代有延续商的这个建筑方式的？那是有的。建筑方式，就是首先建筑方式的话，你比方说我们先说结构，你四合院，那你从商代就很普及，然后西周也有，对吧？这延续下来，这是说这个建筑方式嘛，它建筑这是建筑式样嘛。那么建筑方法、建筑技术，那么就是它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它是主要是依赖于商王朝所处在的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它用土和石来建造，而那个土呢是黄土，黄土的特征跟南方不一样，它这个比方说它有节理，它有细沙、粉沙、粘土、粗沙等等，但把如果粗沙很少了，主要是中沙、细沙、粉沙、粘土。那么粘土的存在是可以让它可以浇粘，就是这样的浇粘最好的技术是什么呢？就是用小棍夯打，就那个时候没有大型机器嘛，用把一些棍子捆到一起，那么打下去，就这个技术就用了很长时间。
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用那个平夯，用石头砸。而且石头的话呢，一般像商代会捡鹅卵石做石杵，就是用鹅卵石，因为上山开采石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个金属，有那个有现在有铁，有那个会可以有爆破。那个时候开采山开采石头，让把山石搬下来，比现在要困难。他就在河里头捡过以后埋到里头，这都是建筑技术的一部分。所以说用土用小工夯打夯。建成，然后鹅卵石做石杵，然后呢，用夯土木骨墙做墙。什么叫夯土木骨墙呢？就拿那个木棍儿，一根一根杵到地上，然后把夯土打到那个木，把木棍打到包到夯土里头，那个木棍就有牵扯性嘛。这个木骨夯土墙被最新的考古发现，那简直证明的一塌糊涂。证明的特别的好，在哪呢？就是郑州的小商桥，那个就完全，它这个木骨啊，不管粗细，它就是现在的钢筋。现在浇筑房子的那个墙就用钢筋嘛，钢筋，然后钢筋完了以后开始灌浆、灌水泥嘛。那时候就是一样，木骨一拉，然后一打夯，木骨就是钢筋啊，一样的。然后顶是什么呢？顶是那个芦苇顶。这些东西在商代普遍，在西周也都发现过。如果大家看什么呢？看云堂，就是云堂齐家。我说的是那个封号遗址啊，那边在西周的啊，那边的建筑就跟商代建筑非常的像，同样的技术。谢谢。还有问题哈，就是说，问关于妇好墓的海贝有最新的研究吗？那它应该是反映到商代的一个贸易交流达到的一个地域的问题。海最近贝，没有研究，我觉得妇好墓的海贝最后一次研究还是我印象中啊，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那次，就是那时候我跟日本学者木下尚子，我们搞了个研究，当时的结论呢就是海贝是来自于东南沿海，是个非常长距离的一个往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大理解，这么远还会把海贝弄过来吗？其实大家不要吃惊，真的不要吃惊。这个你看看三星堆的发现，你会知道三星堆，有西北的因素，甚至还有印度哈拉帕的因素，这个不奇怪的。海贝的跟贸易的关系是，海贝是用来做货币用的，主要用来做货币。它是怎么样来，怎么运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当时跟那个海洋学家的研究，就是他们是从福建那块的沿海。好，那么今天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个殷墟墓葬当中陪葬器物中的青铜器的器物组合主体构成是什么？有没有时代发展的变化？这个有很多的研究，比方说最早刘一曼先生，后来这个还有杨锡章先生、杨宝成先生，后来还有岳洪斌先生，他们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变化了，但是这个变化呢，很难笼统的去描述，因为青铜器呢，它本身在墓葬里是分等级的，你比方说一个箍一个撅，加一把铜镉。或者就一个箍一个撅加陶器，这算一个等级。两个箍两个撅，它就会加一个鼎，有的时候加一个簋，鼎跟簋，那就表示吃饭喝酒，对吧？然后如果是几套箍撅，那就可能鼎啊、簋啊、眼啊、布啊、垒呀、这个一整套就有了。你像妇好墓，就好多好多套箍撅，然后加了好多顶啊什么的，它的构成特别复杂，所以它这个洗，它这个你谈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因为我有位学生专门做过这个研究啊，他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就研究青铜器的构成，就是你要考虑构成才能考虑它那个就是变化。那么目前的研究呢，像刚才我说的那些研究都非常的优秀了，很好。
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充分考虑这个就是那个构成。如果我想以后，因为我现在这个是自己这个实际经历的顾不过来，等到我有机会要再带个博士的话，我就要出一道这样的题，让他做个博士论文，在分析构成的基础上再讨论这个随葬习俗的组合的变化。好的，那么其实有复旦的一位听众，就是他不是问题哈，他只是分享了一个信息，说就是关于天意跟大意哈，他就说尚书里面说的是天意商，周书或者其他古籍说大意周，是不是应该说他写错的是一个大意商啊？我不知道，他只是提供了在聊天室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呢，这个问题呢，其实真的是非常丰富。那么我也感谢唐老师耐心的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唐教授，那个妇好墓内建石鸬鹚原件在哪里？就是那个鸟，鸬鹚应鸟该，我记不太准，应该在考古所。啊。在考古所好的。又来最后一个问题了，不好意思那上古史的研究在器物的证据支持之外，还有什么依据呢？这个又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哈。器物啊，实际是这样。首先啊，这个器物只是器物，其实遗址、文化，就我们所谓的不可移动文物，道路啊、水井啊、房子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建筑技术啊，这些也算吧，也算吧。那么器物之外，这也算器物之外，文献，器物之外，其他的还有语言。还有 DNA，还有同位素，这应该都算，应该都算。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就看哪方面材料比较成熟，那我们就可以做。好的，那谢谢唐老师的精彩的演讲，包括耐心的回答，而也非常感谢听众踊跃的提问。那么其实我就是跟我的其实感觉是一样的，我老觉得这个讲座因为时间太短啊，意犹未尽。那么有听众也说了，他说他也觉得有同样的感觉，并且问说不知中大是否可以安排。未来再请唐教授来详细的从甲骨文、陶器法以及都城法的考古发现角度，分别以专题再进行讲述殷商时代及文化。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再邀请到唐教授来再讲给我们讲那个商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及商的一些文化，包括跟商有关系的一些。问题，那今天的讲座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最后，我们谢谢唐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那我们下个月再见。